不愁。因为把自己深潜在海底，就能躲过这倾盆大雨。天会不会晴，风会不会停，心怎么再安静。本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我们节目的请点关注东方仙阁，有什么想法和要求的可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的宗旨是只要您想到的总会给您带来惊喜，下次节目莉莉继续等您来，不见不散，再见。